嫂，我是阿泰，因为过去你把我放袂落的恩怨，害我去相信牛金川迄只鬼，唔然互伊当作吉利的人，甚至搁牵连着无辜的你。但是时间已经定来，我甘愿永远卖醒来，我用我的命来换你活命的机会，嫂。爹，你可是完了。爹，爹，戴尼克，进前伫阮王家的祖厝，你用这套骗过阮所有的人。活着的人你骗，过身的人你同款这么好胆继续骗。你是咧侮辱我的智慧，顺续要糟蹋我的方案，不要紧。为了这出戏的结局是我在定的，你这个戏箱是后搬，我就看你会当搬到什么时阵。哎，靠！这你要讲靠本事啊，拢唔甘啊！是出大事的时阵，我贵人根本袂卡面，我本是讲同你过来，啊，不过因为我心肝真了艰苦啊，我都开嘴，我就想讲啊，反正你看到新闻啊，你就主动过来甲我关心，我是太无理了。早上走的，我尼克昨昏去下港出差啦，结果一个无小心发生车祸，我到今日才回来。你也发生车祸？是啊，啊！伫恁下港，因为找无人跟伊斗三工，伊唔才会我今日透早才回来台北。哎，啊下港哦，迄真侪人哦，那足熟个啊，啊你呢？我先请唔得，甲我讲，讲有需要我请人哦，出面替你处理。啊，老兄，别麻烦啦，我人处理好啊。啊，车拖上来未？你是开什么车去？我诶，保养厂哦，有哪真实啊？我请伊哦，先甲你顾一下修理的费用。啊，伊开诶是白色进口的修理车。真正这么拄好？我那白色。真搞笑！赵队长甲我讲哦，甲恁嫂发生意外，另外一只车哦，嘛是白色的，啊，进口的修理车呢？啊，大哥，歹势啦，我因为车祸手受伤，我不要提阮落去啊。我见人啊，马上通电。家在赵队长无伫咧遮啦，无去看你安尼啊！伊爸面就怀疑讲哦，你甲恁嫂啊这意外是有关系。哎呀，哎，你是咧讲啥啦？这，说话车祸哪有可能跟尼克有关系？喏，台湾刚雪刚下车遐尼侪，而且一个伫咧南部，一个伫咧北部，若真正要弄起来，嘛就困难嘞。我是看尼克伊安尼靠我这尼啊艰苦，这尼伤心啦，我是讲。我心情啊，放较轻松诶。好啦，免紧张啦。啊，我既然拢知影你当时啊嘛发生代志啊，我就无可能怪讲哦，你无第一时间来陪我。大兄，毋是我无要来陪你，我处理车祸代志，我老母不归暝，我一回来，听到嫂啊出代志，我就马上赶过来啊。是啊，尼克一赶到厝，听到我讲。凤阿姨过往的消息，伊规暝拢无睏，也是坚持在辛苦念香。辛苦了，我等下恁较早等休困。这个戴尼克今日个连杯也都提袂掉，搁这尼啊心虚，而且伊个牛进川电话这尼啊歪。我看凤阿姨这件意外，就算讲伊无参加，伊嘛百分之百检验效果。
克，你俩靠个安尼啊？哎，什么咧靠呢？拄啊贵又搁较头，我嫌啊第一个第一个好。看来你真正是有甲明宏姐啊当作是你家己阿嫂，不怪三哥会甲你当作家己兄弟，真疼你的心。你看起来真忝的，整晚无睏，气色无好啊。你无讲我阁唔知啊，家己气色看起来遮歹，看起来我真啊需要回去报名啊。丹姐，这手机啊是你的？没啊，你可以手机啊哪里的啊？我捡到的啊，啊，不过我嘛无确定是不是尼克的。你讲的是这么刚好，手机也嘛碰见。你这个手机啊是伫个倒位捡到的？倒位捡到的？啊，我嘛袂记啊，我敢若会记你讲是昨暗捡到的啊。你敢会这么刚好，手机啊嘛是昨晚碰见的。宋清华，尼克昨昏规工拢伫咧下港出差，今日透早才转来台北的，所以这支手机啊绝对无可能是的。你伫南部，敢一个人？是啊，我伫南部，我当然是一个人啊。哦。而且因为出车祸的关系，我手机啊确实是拍无去啊。啊，不过我已经办一个新的啊。那你这手机啊，都不是你的啊？宋清华是安怎有迄支手机啊？你昨到底去倒啊？你袂认为迄手机真正是我的吧？敢毋是？迄支手机甲你的一模一样，而且你的手机啊，搁打无去，哪有这么多好的代志？你哪不相信？我咧打电话，我们公司蔡副总，你也唔看麦，昨是毋是派我去杨出差？以防安琪会互我惊到，因为我根本无甲蔡副总斗好，若是真正打电话过去，代志就准备白空啊。那哪会无爱卡？卡一通电话就会当消除你的怀疑，嘛会当洗清我的冤枉，现在唔卡。你莫生气啦，我唔是咧怀疑你的人格。我是予迄个宋清华气到一时失去理智，唔才会予伊牵咧行。爸，阿姨出意外的时阵，敢有敲电话予你？伊最后电话是敲予你呢。啊，平时伊讲我甲客户咧讲电话，结果有一通插播，我无随接，后来电话就切断啊。你讲你无甲阿姨讲着电话，啊，不过这通话记录内底，阿姨伊是有讲电话讲。几十秒呢？确实是安尼。敢袂是转去语音信箱？爸，你紧看麦啊！三毛啊，我等一下要去找你吼，我有一件足重要的代志要甲你讲。啊，你进前哦，有了无唔对啦？哎，敢袂是山区的讯号真正就无好诶，才安尼？我现在着急打电话，一定是杨村发生什么紧急危险的大事。因阿姨从上届以来我，结果第一次我到上江时，我竟然无接到伊的电话。我若是有接到电话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伊的。阿哥，我竟然无接到。而且这两个我发生意外的地点，拄好伫个群创实验室的附近。
阿明是方安，伊伫遐发，唔知发生什么大事，所以要赶紧甲我通知。这个船啊，是只鬼，我原本就怀疑。即马去听到方安这个留言，我更加应该确定，方安发生这个意外，绝对甲伊有关的。可是刘进川，唐爸爸的死，上好受伤，还搁有发发生意外。今嘛连明凤阿姨的代志拢甲伊有关系，伊真正是有够苦。我今嘛来往外摆位头前，我阿妹，我有什么要讲？三哥，请你停下车来。你真好胆敢来！你有啥物事可以打你来？杨靖川，你要叫我先到当时啊！你明明就讲有文员。进前阁想要陷害我阿哥、阮爸父子相残，今嘛阁咧假身，你实在是恶尽呢！你这叫做鳄鱼的眼泪，我无咧稀罕。你是要离开无？啊，若无我甲尚豪真正会甲你豁出去，你敢要甲你家己不甲遮尼歹看？当然袂，阁看怎讲，我是你的师大，你讲话敢唔当较客气？师大，还是我大？人讲死者为大，今嘛才是明凤阿姨的灵堂。你敢真正要甲伊比大？所以啊，较客气的人是你啦。既然我的大哥甲我的翁婿拢无欢迎你，请你莫阁怒。这个杨小雨过来啊，因高人妹应该真欢喜，也不要偷偷对我放假嘴。三毛啊，我等一下要去找你吼，我有一件足重要的代志要甲你讲。啊，你进前哦，要了无唔对啦。有听到吼、这就是你开嘴喊嘴，嗦啊嗦啊一直叫，风花声音嘛。你听到风花声音，你想来袂心虚，袂感觉良心不安？我想到心虚，想到良心不安。因为风花发生意外，迄个所在，就伫群创实验室的附近，伊这么着急。打电话，这个表示讲，伊伫个你遐，唔知发生什么未见光的代志，要甲我通知。而且我看伊急到迄落样，发生这件代志啊，甲郑燕冇关系。啊，不过当时你无在了做到，所以你就归去直接害死掉。你真好胆，你来家吃。咱今来方阿姨的摆位头前，直接跋背问伊。今麦牛进川，人就伫你面头前啊。你打电话给我。是不是有代志？别跟我讲。好啊，你有代志别跟我讲，是不是因为你在群创的实验室发现什么垃圾袋？所以，你才会让人给你杀人灭口。这阵，恁山东的新埔的，我看数啊，一定是有灵有邪。啊，敢讲这件代志，确实是牛进川做的。你个无天无良，用粗残的方式夺走你性命的人。就是牛进川，对吗？